今天还不知道，只知道出门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哈，今天我去海山渔港，因为那边有一个那种那个它叫什么明发渔港了，它那个鱼特别特别的不一样，它是全程直播，从海里面打捞到什么时候到渔港了，什么时候回来了，这个整个过程是直播的。所以说到了之后啊，那个画面是特别的震撼，特别的壮观了。然后我们就是买鱼的，然后就去抢你自己喜欢的鱼，看得上的鱼，最后再结账。它是那个鱼只是说特别的新鲜了，价钱的话那看你们怎么去看了，有些说贵，有些说还好。你没看过，你到时候看了，你会那个惊掉你的那个牙齿啊！反正没有牙齿，惊掉也没关系。好了，渔港了，叫你不要去渔港，偏偏又去渔港，那很危险了，有军舰。好了，那就待会儿见吧。哦，我妈比我还跑得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我爸还没来啊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哦，赶快！要开始了，哎，他这个先等一下再来看，你看，哇，刚刚开始到了一笼啊，哎呀，没有看到最壮观的，这个等一下看，等一下，哎，就是要带我爸来感受这个，刚刚来晚了一步，我想要带他来看那个鱼放出来的那一刹那。你要来买这里的鱼，你要戴手套，然后木棍要准备啊，要不然人会受伤。哎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人不多，人多的时候好多人呢。今天风浪大，有可能说哈鱼不会太多，鱼货。我没看到过，真的。你当然没看过嘛，就是没看过才带你来看呢。哎，这啥鱼啊？这是剥皮鱼。剥皮鱼。哎，剥皮鱼。你看嘛。哎。他眼睛你还长得。对哈。也不是。我也不好说，他就是每人喜欢的鱼种不一样。让一下，我妈，因为我妈来过，你看，今天不够壮观了，不够了。哎呀，天哪，有点遗憾了。那最壮观不是这样的，稍微晚了一步。哎，你看嘛，他们在边钓。对，每个人喜欢的鱼种不一样。哦。爸看了一愣一愣的。他在慢慢选，他先挑一部分。今天的鱼好少啊，没计划好。天气没关系吧？对。它是不同的，不同的有很多品种的。我爸他觉得很，我倒是有点遗憾了，因为我想要看他，让他看到最最壮观的，但居然没有，人那么少，然后鱼也没那么多。没有。哎，跟我想象的有点落差。你看的可以，我看的我跟你说嘛，差跟平时差太远了。不是鱼多鱼少啊，它是用那个铁钩这样挂过来，然后一下放出来。不是，它只有这么多，好少哦。运气好，还碰到老板煮鱼汤给我们，煮一大锅，我们免费。哎，然后他们在这排队去算钱。排队去算钱，我们就不住这儿，我们住那边嘛，走。以前的话是两边，这边也是，围满的人，那个鱼堆这么高。哎呦！哎，大家都抢。我们那边去看嘛，那边结账。是啥鱼？这个乌家鱼，没有夹。对啊，这个鱼你不吃。对，在这边还有冰水里面装起，跟那个鱼一样的。这个就是白带鱼啊。它白带鱼好少哦，啊，今天就这样，就看一下吧。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呀，那个震撼的场面没有达到。没关系，改天再带他来看。好多鱼，不多啊，还不算多吧？不多。我看就知道挺多呀。啊，你没看过吗？当然嘛。冰，哎，买了鱼你要不弄点冰保鲜，结完账在那里他帮你杀好了，直接回去放冰箱。哦，这样就轻松了。哦，烘鱼哦，就是那个很软的，胶质很重，烘鱼。嗯，让你喝的。烘鱼，你吃过的。走了一大圈，因为今天风浪太大，
然后看到的渔获也不多，到处都冷冷清清的，然后这边也没有渔获，市集上面也没有两摊，几乎都是关门关灯。然后现在带我爸来到这海边来看海浪，越看的军舰哈，我们来到了危险的区域，想象的不一样哈。如果说按照我们亲戚的想法，我们现在来到海边，看到乌泱泱的军舰排成排，然后向我们靠近，所以说他们就很担心我们，觉得我们不安全，很搞笑。所以说你看，现实生活是这样的，是有点不是风平浪静了，还是有大风大浪。好像是讲，好像是在降温了，我觉得。降温了。或者其他东西，就自己看到就是懵了，啥都不得。这段时间漂亮噻，那赚钱看见是精神噻。我妈看的是那个风景啊，风景安逸噻。台湾到处都是景点哈，不会失望了，只要出门就不会失望。看不到鱼，可以看风景。哇呀，这海好安逸。又看到海了哈，风浪很大。你看前面有两个人在看海浪，但是今天的那个水很浑浊啊，因为下了暴雨嘛，水好浑浊。嗯，是不敢想啊，是你要听我的啊，退潮很危险，退潮很危险的。哎，退潮的话就是这个水，它就往潮往海里面越缩越短，就把你就干了，你站不稳。不，站不稳，它把你推进去了，推的嘛。啥子消防队要不得？要不得。他们这有家伙哎。对，玩一下沙，兔丝草，野生的哈。哦，这个就是台湾有，我们那边也有，是一种中药。我妈说头昏眼花吗？嗯，蒸蛋吃。蒸蛋吃，还有什么？腰杆痛也可以。腰痛也可以，好舒服现在哈。雨过天晴，天天都是晴天，永远都是晴天，下个雨就是晴天。现在是晴天，将来永远是晴天。啊，阳光太大，眼睛都睁不起。啊，我的天，还在雨，正文都出来了。对啊，早上是狂风暴雨，下午是万里晴空，先打雷后下雨。当不上一个大雨。哎呦，这句话说得好好，对。哎呀，没什么作用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啊。嗯，他下了，先是下了雨，他一出大阵又把收回去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有道理。好了，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晃一下吧。嗯，没有遗憾，人生没有遗憾。我们回头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对了，几个大都是。对，这一辈子啊，看到风景了，到处风景都很漂亮。嗯嗯，到处都是风景哈。啊，台湾这么晚。关键是要出门。这么晚的风景。天天出门都有，对，还有好吃的，还有那么多，嗯，好吃的，嗯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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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可以走，可以，你转圈转过来，走吧，走，哦，施工啊，施工不能进，我们就这样看一下好了，不能进，哎，今天都是失望啊，他们是施工的，人家是工人呐。太笑死我了！哎，没关系啊，哎，这样也可以看呐、啊，不一定非要走进去啊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台湾到处都是风景。哎，笑死我了！不能进啊！还得笑一下。对呀、啊。那是可以捡路，捡半块，人家那路都捡。人家捡得到，你捡不到。走吧，去看嘛，去嘛，去看，去看。你以为那个贝壳满地都是，随便一捡就是一大包，你又不是没捡过，要拿那个耙子一直抓一直抓，还不一定抓得到。我爸又去跟人家讲话，人家也听不懂，你听不懂对不对？对、啊。你跟他讲什么？这个是。哦，他说这个跟这个车子啊，我们那边没有，我们那边要高一点。他是大陆过来的。大陆哪省？四川。哎，我们是两个轮子，会听不会说。海鲜不是你想捡就捡呐、啊，这个内陆人真的都是这样想的，好像觉得一到海边，那海鲜一捡就有了。不是要出海去打捞去捕鱼，然后贝壳还是要去抓。退潮之后，你拿那个钉耙去抓，听到一声音，碰到石头的声音了，那就是贝壳，然后把它挖起来凑在一起。嗯，哪里想象满地都是哦。你妈就讲过的。他是去捡过啊，没捡几颗啊，
有啊，像这些也有啊，几率大小啊。没有人捡吗？他们肯定就是，可能还在分区域，有些地方好捡，有些地方不好捡。其实我也不了解。那这些地方可能差不多。他们有些就拖着一个盆子啊，拖着什么东西啊，拿着抓耙，然后去海里面去挖，去一直捞，一直捞。像刚才那个老人家卖的就是他捞的。看我妈又走那么远，看一下，吹一下海风，就是这样。哇，好多盘海！我的天哪！养养鱼都在你哦，好多鱼。你看那个盘海是红的嘛哈？我说红色的。哎，还焦焦的嘛？还有，它还加种子去了。哎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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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家不是泥鳅，不是泥鳅，它叫弹涂鱼。它不是泥鳅，弹涂鱼。这种鱼耐干了，它不容易死啊。没有水，它都可以活啊。好多密密麻麻的，你看。台湾真的很神奇啊，什么都有。啊，还会跳吗？你看，又是翅膀又是脚，还会弹跳的功能呢、啊。天哪，还会弹跳。啊。像青蛙一样弹跳。探索发现，探索发现。你看是各种叫啥？你看嘛，你看还会跳这只小的，这个你看，这只小的。你看嘛，最各种叫，你看嘛，各大种。没见过鱼会跳的，淡水跟海水混合的那种特殊物种哦，那个红树林就是噻，太奇怪了。每天都有新发现哈，你看我这个也是第一次看到啊，还好我叫你们下来哦。好了，现在我带爸爸妈妈回去了，打道回府了。原本今天要去看一下那个明发鱼，好看就回去了。结果呢，走了这么大一圈，不过还是有意外的收获啊，还有看到没有看到过的鱼，哦，弹跳鱼，然后还有螃蟹，去了海丰，到处玩了一大圈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，回去了，好大的贝壳，好，拜拜。